现在哦是7:41啊。嗯，那你在做什么呢？那不是手表吗？这是鱼啦。在博尾的开场之下，博德戏的主角讲出了今年国际音乐戏节的时间和特色。开播活动当然也要介绍下来几天将要演出的国内外团体。不管是结合布袋戏演出的八角奖，还是来自美国的新比林鸟，拢好在地的民众看家又好奇又欢喜，连国宝级大师吴俊雄拢对这的演出非常称赞。从事艺术的人嘛是爱多讲话，今仔日的这个新创的这个艺术啊，咱看拢会知影，这下辈对着布袋戏的这个创新。那么是非常的敬佩啊！这边的话要感谢我们所有爱好布袋戏的啊这些啊同好们，因为有你们的参与，有你们的鼓励，云林县现在我们这么一路走来，对于布袋戏的话，我们才怎么能够尽心尽力。今年第12年的国际音乐节，除了邀请国外演出团体啊，含国内的优秀戏团做交流以外，戏团成为布袋的金奖奖以及得金计划的成果展现，也真值得欣赏。今年总共有30个队伍来报名，来竞逐这个在布袋戏的职业演出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。今年邀请了20-30位的这个云林县杰出的艺师，我们总共指导了三十几个学校的团体、社区的团体，甚至是素人的团体。为4号到12号，每天在布袋戏馆以及国术馆，都有精彩的歌谣原声音乐会当欣赏。好戏不断，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，为传统艺术加油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